需求二次函数 f of x 等于负 x 平方加 2x 加4的最大值，因为呢这边开头 x 平方的系数是负的，所以这个开口呢会向下，那开口向下就会有一个最大值。一样的，我们要求最大值，我们就要来配方，负的 x 平方加 2x 加4，我们提出负号，好 x 平方 2x 平方提出负号就变成减 2x， 而这个加4我们就留在外面。一样我们要配平方，中间负 2x， 所以除以2是等于 1， 所以这边我们就是1的平方，但是这个1平方是多余的，所以是负1平方，就是减 1， 我们多减了一个 1， 我们就必须要再加一个1。好，那我们整理一下，负的括号 x 减1的平方加5，所以当我们的平方项等于0，就是 x 等于1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有最大的值，就会等于5。